时间就亲像一条溪水，一直流，一直流。既然无法度叫伊搁倒转来，咱就用着歌曲将记忆甲夹起来。哇！真侪朋友可能对这段期间吼，做兵这段期间可能模糊吼。啊，这当讲英雄伫个歌坛最巅峰的时期，我十九岁时阵，生命还因为作秀关系受伤，啊，然后我就作心病的。啊，有一句话讲，人怕出名，猪怕肥，所以我的时阵吼，就是惊吓，所以加上这作秀压力，所以拢闭起来。包括做兵这段时间，我妈妈嘛真担心，因为我拢无回消息。尤其是迄段时间，做者朋友对我真关心。有一首歌会当代表我迄个时阵的心情，阿宏的心声。春宵雨阵阵啊，阿家辛苦淡薄薄，看故乡的一片山坡，也是在落雨。这款的凄惨日子，叫伊怎样度？在对面山坡